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旺气十足的福气生肖，家里有一个全家不会穷，家里有两个连旺三代人。生肖兔，属兔的人天生带有吸引贵人的磁场，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总会有贵人出现，帮助他们逢凶化吉。他们有助精明的头脑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会朝之不断努力奋斗，结果财运会滚滚而来，人也将会平安。生肖蛇，属蛇的人常常被别人产生误解，冠以狡诈阴险的称号。属蛇的人天生富有，他们全身都是宝，虽然很多人希望从属蛇的人身上得到好处，而他们并不愿意，所以导致属蛇的人给人一种狡诈的感觉。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懂得钱财的重要性，不会乱花一分钱，没赚到一分钱都会用在刀刃上，即使出现大的变故也不会因为没有钱而弄得手忙脚乱。他们懂得节约的开支生活，为自己将来结婚生子攒下一笔巨大的财富。生肖龙，属龙的人天生富贵，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。其实有些人从小家庭不是很富有，但是在邻居周围还算是小康家庭，日子过得悠然自得。工作年纪，属龙的人为了赚取更多的钱，他们工作努力，刻苦认真，总是博得上级领导的喜欢，所以过不了两年就能够升职加薪，在大城市买车买房，迎娶白富美，过住梦寐以求的生活。生肖羊，属羊人的一辈子可能遇到的贵人最多，而且也是很有福气的类型。他们就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，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属羊人就是很多人的贵人。他们会无条件地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，所以在自己遭遇难受的时候，同样会受到别人的呵护和帮助。生肖猪，属猪人的一生福气满满，而且总是会得到贵人的相助。他们虽然一般不会主动请求别人的帮助，但是当自己遇到难事，可能许多人会主动帮助他们，这和属猪人热情且重情义的性格有关。本来就容易多财多福的属猪人，一辈子都会被福气围绕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兔年最有钱的七个生肖，生肖蛇，属蛇的朋友才华横溢，有一种天生的未来几个月顺顺利利，心想事成，再加上他们做事不急躁，能沉得住气，而且洞察力极其敏锐，财源暴涨，赚得财库丰盈，衣食无忧，财运亨通，同时积累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，发家致富指日可待。他们有大富大贵的运势，就能事业有成，收入暴涨。生肖猴，生肖猴的朋友胆大心细，待人接物热情大方。2023年先是好运伴身，后钞票堆成山，倘若接住这个好运，天天开口笑。另一方面的人，最近三天宝寿官不幸赶上暴败，飞廉这两颗杀星作乱，会导致健康运势这一方面不理想，加上气温越来越低，要留心手脚防冻方面。此外，对于部分人而言，饮食要清淡，预防肠胃便秘问题，有病必须及时看医生，不舒服不要拖延。生肖虎，属虎的朋友向来被上天眷顾，财源不断，将会遇到很多事业上的贵人，不仅横财大旺，而且事业飞迅发展，即将飞黄腾达做富人。再加上他们命格藏金，一辈子与财富打交道，贵人相助，事业步步高升，官财两旺，两全其美，同时干事也十分勤奋结壮，
他们的性情温文，和蔼可亲，很简单共处，事业发展突飞猛进，捞到大钱。生肖马、属马的人在年前能够迎来更好的财运，特别是人际方面，无论走到哪都是大受欢迎的，小人自动退散。再加上他们财运大驾光临，天降好运气，做事容易成功，求财容易获利，人生巅峰，同时运不断，可以说贵人运势到来。他们在工作方面万事也格外的顺遂，事业上会稳步上升，财运会越来越好。生肖鸡、属鸡的人性子顽强，为人实诚，不喜欢过于计较。2023年上有喜鹊枝头叫，下有财运，可谓是顺风顺水。如果接住时机，终于熬到头了。另一方面，属鸡之人未来七天极恶宫不幸赶上飞廉，沉浮这两颗凶星作乱，造成这一块不好。现在天气越来冷了，多留意喉咙上火的问题。此外，对于个别人来讲，容易心浮气躁，心烦意乱，要多运动，尤其是办公室一族。生肖兔、属兔之人心存善念，心肠软，同时也是热心肠，喜欢乐于助人，并且不求回报，因此福德深厚，善报多多。早年命苦，爱情上多波折，易受坎坷，婚后便开始行好运，旺家旺子，儿女福气旺。此外，生肖兔的田宅宫兴旺，命里有良田豪宅。生肖龙、属龙的人情商很高，做什么事情都大方得体，不会让任何人处在尴尬的位置，能很好地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。生肖龙给人的感觉是豪爽大气，其实它是属于心有猛虎、细嗅蔷薇的类型，心思非常细腻，总能不动声色地体谅别人。别人为难的时候，他能一下子猜中别人的心思，并且不戳破，这一点非常讨人喜欢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